之前这个日书里呢，那是化学日子知识的传承人呢。那这个化学日子上，他红烧夹子这个都是市面上知识都这样。也就是化学日子算哪日子，那就是知晓物质之间的某日子，日子知乐就中国。它代表着就是化学这个龙八方是知识都这样，最重要知识都这样。这个市面上没有一个日子它就没成这样。日子是这个必不可少，这个在你全都知道菜，还等于这个世纪末成这个人物菜，否则这个很多重要这个菜，在你改还你改不多，那么以这个餐饮化，就是花了一个改给了一个国家一十几年的话，这个菜还在就弄很多注重呢，一看这个最重呢，否则这个日子你做不完，等于这个就是，这个弄这个老板怕这个哪个菜没做这个。加工制这个必须要起热、旋流、这个刮合都有讲究的。日子，旋流之后就是煮热，煮热之后排骨里面的那个日子热，旋上了之后，那个肥膘自然要出来了，那个肥膘就平了。日子还有个位置内置了，就是里面子的热，水把子里的热能够怕呀，还有盖到那个顶头，还有再起沉淀，还有这个腌制，肉丝旋流是中国。旋流是最重要。肉起好的时候就是刮好啊，刮好哈就是粉面，就是豌豆粉呢，这样弄着请孩子当时吃这个豌豆粉，只需要豌豆粉呢，再其他粉就不成了。好给的话，肉的肉就粉面的和白原料再炸了，炸是头子边、子一边，炸了三边，头子边就是凝固处啊，子一边就是巩固啊，子三边就是炸糊烧过啊，炸着好脆。日前还弄这个日子早上直接就放在那个直接有火化出来给家，看着这个家也效果不太好。再一个是你冰哈哈那个可干粮是一不过，或者脑子看着能改给你个，就是日子咋火，直接有说是多少房间怕子多少，哈啦啦子是小，甚至这个湿润那些，那个味道，酸辣味这个味道，也就是自己不放的点，看着有火就是口气没吃着有火。中农子这个日子之前就重视就本子之初啊，这个是本子之这个是辣子啊、鲜椒这些都有讲究的。这次还有必须拿的汤锅汤，家中是出来吧，煮出来的。初，意思是大家简单的这个初，没有一个初和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在就煮是出来。否则你看就当时这个蒜苗料、葱料、辣子料、青红椒这些都是这个新鲜子，这就是。包给上那这个家具，突出点这个菜哈，那从头这个是都参加，食材是最重要的。你食材不够还做不出来，咸、香、辣、脆，这个如果综合都是推荐，包括那么子化学哈，就是青海已经这是都菜出名的。甚至这个生活已经是算甜苦了，那么子这个菜也代表就中国。再不过那个菜呢，还有最大的是吉祥物，就这个农村菜店，吉利、香火这种，你看。吃完什么这个高兴的子老的小子都是欢喜的菜，否则他这个运势就不是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他经济不富足原因一点了，不是多菜就是代表那种青海家，就是代表那种这个青海子这个是多美食啊。青海菜料嘛，好多菜料，香叶子料、黑白的子料、加沙肉料这些，这些菜都不管是进口下来，十多桌这菜就没人做了。因为这个呢，也就是个功夫活，也是个下功夫做这个菜，否则那个日子还那么久，就下菜又传承下去了。在你弄这个这边，你挖不出来，就传这个菜房就没得了，这个也是个不负责任。就不管大家就传给知道菜和这个菜呗。老子是王室，就是两户子就是都菜，能走到当官，甚至是传球啊。让外界你知道，那青海不仅仅有大户子户山、美户子风景呢，还有这个传承上百年的这个传统美食。这个不仅仅是老子说，也就是那么青海人喜欢美食的人之说。